这是将近三年前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的丧礼，金正恩出席的画面。紧跟在他后面的就是小他四岁的妹妹金宇正。조선노동당제1비서이시며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국방위원회제1위원장이시며조선인민군최고사령관이신경의하는김정은동지께서는조선4.16만화영화촬영서를현재지도하셨습니다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비서김기남동지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제1부부장리재일동지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부부장들인김여정동지김의순동지가동행했습니다日韩等国的北韩专家认为，官方媒体以党内官衔加上“同志”两个字来称呼金宇正，显示这位刚满27岁的年轻女性已经在劳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韩国《朝鲜日报》指出，金正恩的行程安排等重要工作，原本都由同父异母的姐姐金雪松担任，他同时也掌管北韩政权所有的情报工作。而种种迹象显示，金宇正正在接受培养，准备接下金雪松的工作。另外，金正恩的太太李学主虽然没有公开的党政官职，但是对军方的人士也有影响力。因此，《朝鲜日报》认为，金正恩掌管下的北韩金氏王朝已经形成三位女性在幕后掌握实权的三人帮。记者徐佳仁报道。